唐诗三百首，任意背五首，可赢磨刀千仞。哦，磨刀千仞，哎，老板，你这背诗赢磨刀千仞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呀，唐诗三百首任意背，但是背不出来可是要罚款50的。啊，还要罚款呀？不过这磨刀千仞的诱惑力也太大了，哎，罚就罚吧。我也来，这磨刀千仞啊，我一定得拿到手。行，那你们就开始吧。我先来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猫猫来到烤鸭店，口水直流三千尺，一摸口袋没带钱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蚊子咬，夜来大狗熊，谁也跑不了。停！你们这背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赶紧给钱。给就给。你等着，走着瞧。奶奶，就是这儿，昨天罚了我们100块钱呢。哟，又来了，还带了帮手。对呀，今天啊，我带我们奶奶来的，她可会背诗了。你看老太太劲多大呀！行，只要你们奶奶能背出五首诗来，这刀你们拿走。奶奶加油啊！好，第一首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第二首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第三首《悯农》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第四首《登鹳雀楼》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第五首《唐·柳宗元》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温，独钓寒江雪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杨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记性还这么好。那是，人虽然老了，心不老。老板呀，这唐诗三百首的书就给俺孙子吧。耶！什么唐诗三百首？奶奶，我这背诗赢的是这打游戏的磨刀千仞，没有唐诗三百首，给你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竟然敢骗奶奶！你听我们解释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欢迎来到真人游戏世界，本局游戏按性别组队，并且在游戏中会出现一张复活卡，加油吧各位特种兵。哥，这次呀我不能跟你一起组队了。这局游戏我们三个人打你一个，游戏体验不要太好了。切，幼稚无知，你们慢慢嘚瑟，我去找复活卡了。弱弱美丽，我们也赶紧去找复活卡吧。有人的复活卡，就算我们变成盒子，也能起死回生。走。哎呀，这偌大的地图，去哪儿找复活卡？长什么样也不清楚。算了，先去找装备吧。啊，就一个手雷啊！算了。复活卡，哈哈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哈哈，恭喜玩家大胜，获得复活卡。什么？复活卡被我哥先找到了，看来这局我们要凉凉了。哎，那可不见得，肉肉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嗯，交给我，我马上回来。美丽，你这办法管用吗？当然，大胜可是肉肉的亲哥，不能不管他。哎。肉肉他们人呢？肉肉，我们可是敌对关系，你过来干啥？哥，香蕉老师和美丽抢走了我的 AWM， 我没有装备了，我会死得很惨。你是我亲哥，你得帮我。又是美丽，放心，哥一定帮你。哥，系统说你捡到复活卡，你这么厉害肯定用不到，要不你就交给我吧。也行，这次哥就帮你一回。哥，我刚刚啊都是骗你的，这卡就归我了，拜拜。啊，肉肉，我可是你亲哥，你怎么连我都套路？既然你不念兄妹情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就做一个 GPS 手雷，啊，揍你！
成功吃鸡。哼！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你们三个站着干嘛？打完饭了还不走？大厨，你打饭怎么越来越奇葩了呀？你给我们这几个面条能吃饱吗？就是啊，手还那么抖。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学校新规定，按身高打饭，个子越高打得越少，个子越矮打得越多。什么？你们明天再来吧。我明天一定要打得最多最满。我本来就不高，明天啊我一定是最矮的。我是不会让你们多打饭的。哼！打饭了打饭了，再不来我就收摊了。打饭了。大叔，打饭了，我今天只有一米高。我也打饭，我今天只有80厘米。一米，那就半勺吧。80厘米吗？一勺。真是的，变矮了还这么点点饭，气死我了。就是呀，太少了吧。哎，肉肉同学怎么没来打饭呀？嘿，大叔，我在这儿呢。嘿。肉肉。你怎么变这么小？你这么小，一巴掌都能拍死你了！瞎说什么呢？我呀是喝了变小药水。大叔，我这么小能打多少饭呀？哎呀，没想到你能变这么小，那这盆饭都给你了。肉肉，你还是赶紧变回来吧，不然怎么吃饭呀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只有变小药水，没有变大药水呀！这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哥，我们去海防部吧，那里物资很丰富的。海防部啊？那儿什么物资都没有，我不去，我要自己去捡装备。不去算了，我自己去。哎，都说了没有好装备还要去，真是个莽夫。哈哈，信号枪，我哥还说这里没有什么物资，这不信号枪有了吗？什么装备拿不到，哈哈，满配啤酒零，让我妹妹不要去海防部，就是不听。等会儿我这啤酒零也不给她用，先再去找点子弹。笑笑，今天这地图挺肥啊。那必须啊，有了这 MK12 和这98K， 解决大师和肉肉他们兄妹俩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嘛。那当然，我们有脚步声在那边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哦。不管大，又是这个美丽和香香，以为拿着 MK2 和 98K 我就没办法了吗？别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这冲锋枪的厉害。就在这儿打空投吧。哦，有枪声，过去看看。糟了，我哥被美丽和香香包围了，看来这局游戏只能让我帮我哥来打赢了。是谁在帮我？怎么看不到人啊？哥，是我。不错呀，悠悠，装备这么肥，终于帮我打赢了一次游戏。看你以后再小瞧我。走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